目前，伤者救治和善后处理正有序推进，巴方正在全力调查并缉拿凶手。我要强调的是，恐怖主义是人类公敌。中巴双方有决心、有能力斩断恐怖分子的黑手，让其付出应有的代价。巴政府已承诺加强对在巴中国人员、项目和机构的安保工作，绝不允许任何势力破坏伟大的中巴友谊与合作。 相信巴方会切实采取有力措施，确保中巴合作安全顺利进行。任何破坏中巴友谊和中巴合作的图谋，都将被中巴人民粉碎。我们也在此提醒在巴的中国公民、机构、项目人员，提高安全防范，严密注意安全风险。